观众期待的微温器械世界今天是营业了，感谢你们的到来。我宣布2018中国原型车耐力系列赛天津站开幕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还有我的影友们，你们好吗？还有聪明的观众席们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，那很开心呢，来到这个天津的 V1 赛车场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我们中国原型车系列赛的这个收官之战了。那昨天也经过了一番的比赛，非常的刺激，也希望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赛事。